掀开经本，二十面，二十面，第五行，前面曾经说到，古大德对于本经呢，有一些偏差的看法。那么这些看法呢，对于后来的修学人会有一定不良的影响。善导大师在此地一条一条为我们列举出来，指出错误的所在，使我们真正能够明了佛度众生的苦行。那么前面一段是从道理上来说，说明他们确确实实是疏忽了，错解了经义。那么今天第三段呢，是重举九品，以这个经义来观察，也很明显看出这个见解的错误。我们把这个文念一段，第三重举九品，翻对破者，注思云：上品上僧人是四地至七地以来菩萨者，这个是古德这样说法。下面呢，这就是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的：何故观经云，三种众生当得往生？那不是讲的四地之七地，它是讲三种众生呢。哪三种众生呢？底下就说得很明白了。这是本经佛说的：业者但能持戒修持，这个是一种众生；另一种呢，不能持戒修持，这个持戒做不到，但能读诵大乘；第三呢，是不能持戒读经，这个连读经的能力也没有，唯能念佛法生等，那就是一天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这个不要四地菩萨，不要四地以上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啊。此之三人，过以己业专精利益，一日一夜乃至七日七夜相续不断，过回所作之业，求愿往生。命中时命于中时，阿弥陀佛即于化佛菩萨大众放光授手，如弹指琴，即生彼国。这个都是《观无量寿经》上的经文，这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以此文证，
啊，我们用经文来做证明，证见佛去世后，大乘极善上品凡夫，日数虽少，作业深猛，何得盼同上圣也？这就是说明，这个上品上圣呢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古大德说是四地到七地，那我们就没分了啊。善导大师根据经文给我们举出来，我们欢喜，为什么呢？我们人人都有份，不要说是下品吧，上上品我们也有份啊。单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能生上上品，诸位也晓得。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品位高下完全在持名功夫之前身啊。功夫前身怎么说呢？我们念到功夫成片，这是功夫前；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功夫深；念到理一心不乱，这是功夫最深，那就是上品上圣的啊。可见的读诵也好，持名也好，完全在功夫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善导大师讲的话不是随便讲啊，不是感情用事要推翻古大德的说法，人家引经据典啊，句句话都有根据啊，根据佛所说的。所以他这个经就好啊啊，看这个法门净土三经的这个九品往生呢，是佛去世后啊，佛去世就是佛入般涅槃以后啊。这个入般涅槃大家听了不好懂啊，说佛去世后好懂，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啊。大乘根性的人，这个大乘是心量广大，不仅为自己，也要为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大乘，大乘心啊。所以这是属于大乘上品的凡夫，这个不是圣人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大乘上品凡夫呢？啊，只要问问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为众生着想，我们得到佛法的好处。如何把这么好的法门尽心尽力地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力量也是大乘凡夫。力量是力量，要靠福报啊，没有那个福报不行啊。但是他有心，有心，我尽心尽力地去做，虽然做得很少，做得很有限，那个功德是圆满的啊。为什么圆满呢？已经尽心尽力了啊。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可见的这个佛法里头修圆满功德，人人都做得到啊，不一定我要做多少多少好事这功德才圆满，不见得，随着个人福报的差别啊。只要尽心尽力，通通是圆满功德。那么底下呢，凡
过来破，翻过来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啊，看一段就行了。然四地七地以来菩萨，啊，这是讲一些大菩萨们，但是地利菩萨，论其功用不可思议，其戒一日七日之善，花台授受，迎接往生，此皆翻对上上品，啊，这个翻过来对这个是这个说明这个上上品，啊，四地到七地菩萨还要借着一天到七天念佛的功夫啊，还要借着这个阿弥陀佛来戒引他往生成就，没有必要啊！啊，由此显示出确确实实是为凡夫啊，是为凡夫，凡夫有分。那么底下呢是讲上中品啊，上中品古德讲是初地以上到四地菩萨，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啊。佛在本经里面说，不比受持大乘。不比就是不一定的，你能够受持大乘当然好，受是什么？受是接受，持呢是我要把它做到啊。那这个大乘，譬如我们现在读的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就是大乘，我们每天读诵，能明白经典里面的意思，把经典的教训应用在生活当中，这叫受持。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教训，我都把它做到，这叫受持大乘。那么上中品的人受持不受持没有关系啊，就是不必受持大乘吗啊。那怎么样呢？底下说要深信因果，不报大乘，这个文在二十一面倒数第二行啊，深信因果不报大乘，以此善根回愿往生，那就行了。这个比前面更容易，更简单啊！这哪里要初地到四地的菩萨呢？这明明是我们凡夫都可以做得到。话虽然这么说，怕的是大家又在这里发生误会。深信因果，我们对于因果大概怎么有几分信心？如果说深信呢，恐怕就未必了啊。为什么呢？深信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做到，我们没有做到啊，就是还信得不深啊。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为什么说我们信得不深？是我们把事实真相迷惑了。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的第一个念头想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这个就不是深信。如果深信的人呢，那佛给我们讲的，我们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身都不是假，不是真的呢，我身外之物哪一样是真的呢？那么我们要问了，身心世界里头什么东西是真的呢？佛告诉我，因果是真的。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果报啊，这个身体容色健康，这是属于正报啊。我们生活的享受，一生的遭遇，那叫依报。一饮一啄，莫非情定，这是事实，谁都没有办法超越。真正深信因果的人呢，他就超越了。怎么超越了呢？晓得这个身不是我，起心动念再没有这个自私自利了。业力就没有，业力从哪来的？业力从我来的啊。所以我罗汉证得了无生论啊，阿罗汉破了人我执啊，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啊，不再以为念头是自心了，所以业力就不能转到超越业力，也就超越六道轮回。只要有我，你就没有办法超越。道理在此地，所以大乘极善上品凡夫，他们的思想见解跟一般人不同，虽然他不是圣人。不要说他不是菩萨，连小乘须陀洹他也比不上啊。须陀洹断了88尘戒，所以在断烦恼上比不上须陀洹，但是在见解上呢，他跟菩萨没有两样啊，跟大乘菩萨没有两样啊。大乘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了解，深信因果，他也了解事实真相，也深信因果，但是烦恼已经一断，但是念头一转呢，起心动念为众生，为佛法，你要问他为什么，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所以，虽然果位不高，是凡夫，但是他的境界、他的思想行为，类似这个大乘菩萨，他有这个见解。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呢为弘扬佛法啊，起心动念弘扬佛法就跟诸佛菩萨相同，这叫大乘其善啊。
所以佛慧的增长那种广大快速都不可思议啊，随着他净境界心量作为在那里扩充啊，在那里扩大了啊，身心因果啊。譬如佛给我们说，一切众生的财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物质享受，这是魔王，从哪里来的呢？财布施得来的。啊，你修财布施，这一生当中发大财的，前生修的财布施多啊，今生得的财富多。前生发布施多，这一生聪明智慧；前生无微不施多，这一生得健康长寿。这是因果啊，三种布施实践，财富、智慧、健康长寿是果报。你要深信，那你会拼命去做啊？为什么呢？我想得这个果报，原来果报是这么得来，这叫深信，他就真干了。不报大成，佛教化众生。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因此佛所讲的方法就不一样，随机说法，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只要令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都是真法，我们应当要赞叹，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啊！我修净土，他修禅，我就回报禅，赞叹我净土，自赞回他。啊，学禅的人禅第一，其他法门都不行，这个叫互相回报啊，那叫大错特错啊！这个互相回报对于佛法的红传是有很大的伤害。没有接触过佛法人，听这个人回谤净土，那个人回谤禅，算了，都不好，我都不学，我都不要啊！所以会断绝许许多多众生在这一生学佛的机缘啊，把人家的法缘断掉了，这个要负责任啊！所以不可以回谤大乘。对于大乘佛法呢，我们都赞扬，都赞扬。一次善根毁于化身，这个呀，到自己临命终时，佛也来请。我们再翻过来看二十二。第一行从当中开始，这一次闻证啊，这一段也是《观无量寿经》上的经文，我们用这段文来证明，一时佛去世后，大乘凡夫行业稍弱，致使终时迎后有意。这是比那个上品上生的，上品上生是大乘极善的凡夫，这个呢稍微次一点，他深信因果不报大乘。
啊，这个比前一次，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啊，那么再看上品下生，上品下生呢？古德说是种性以上初地以下的菩萨，种性就是我们平常讲三贤位的菩萨啊，这个登地呢是圣人，三贤十圣啊，这都了不起菩萨啊，这古大的可是佛在观经上不是这么说的，观经上讲啊，业性因果，啊，说实在话了，前面那个上品众生身性，我们看到身性的人多，疑性我们看到很多，他也相信，相信深度不够，换一句话说，他也懂得修复。不是全心投注啊，这是附带作用啊，这叫业心因果。但是无报大乘，大发无上道心，唯此一句，以为真意。这个唯此一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也发了无上心，这无上心是什么？决心在这一生当中啊，求生极乐世界啊，知道这个人间很好，不愿意来生的再搞六道轮回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这个就是上品下生修学的样子。我们读了这个文呢，真的对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信心确实增长了。晓得我们上上品、上中品难啊，这个上品下生呢，对我们来讲不算困难，很有希望的，这是真话啊。所以这是这个善导大师给我们的恩德就太大了啊。那么从这一段文证来证明啊，这个文在22年最后一行，最后一行，22年最后一行，从当中看起。唯是佛去世后，一切发大乘心众生，行业不强，至时去世迎候。这个缘故就是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你，那个场面不一样，场面不一样，啊，怎么场面不一样呢？这个底下说得很清楚，在23面第四行，23面第四行，第二句，上上去世。上上品往生的人，佛，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与无数化佛一时受受，所以你自己往生就晓得自己的品位啊。如果你往生的时候看到好有满虚空通通都是佛来了，上品上身啊，通通是诸佛来引进。如果看到呢，
阿弥陀佛与千佛来接引，啊，这个数量就少了，一千尊佛啊来接引你了，上品中层。啊，如果阿弥陀佛来的时候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是500尊佛，这是上品下层。啊，所以就是往生的时候来欢迎你的场面不一样，是吧？场面越大越殊胜的，那你的品位就越高。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500佛来欢迎呢，这个是真的，我们同学人人有份啊，人人有份。要希望有1000佛来迎接呢，那还得努力的。那么这个叫上辈往生啊，上辈往生。次辈、中辈三人，这个经文在23面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字开始。次辈、中辈三人者，注释云：中上就是中辈上品啊，中辈上品啊，是小乘三果者。何故？观经云：若有众生受持5戒8戒，修行住戒，不造五逆五众过患，这是佛在本经上。那么换句话说，从佛在观经上讲的这个意思，这个上三品是大乘凡夫，这个中三品呢是小乘凡夫，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大乘凡夫心量是开放的，小乘凡夫心量是保守的，对这个戒律斤斤两两的在技巧，要怎么样去受持啊，完是着相啊。大乘凡夫比较开放，不斤斤计较思想，这个有显著的差别。那么下辈三品啊，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是造很重罪业的人。这种人，临终日善知识劝导他，他马上能够回头念佛求往生，这才真正说明西方世界3辈9品统统是为凡夫说。那么这是讲持戒，也就是我们常讲持戒念佛，戒律很清净，很谨严，不造过失啊，这样的往生是中品上层啊。所以大师在此地明白地告诉我们啊，在24面第一行啊，以此文证，亦是佛去世后持小乘戒啊，持小乘戒这个凡夫念佛回向求生净土的啊，一生持戒非常清净。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戒律精严，往生的品位不及前面的人？诸位要知道，戒律清严完全是次第，
没有利他的功德了。你的心量还是小，念念求自利，未把心量放开时，利益一起都在。在这里，所以大慈菩萨说得好啊！啊，那个《龙树净土文》里面劝我们修净土，我印了单张，印了十万张啊，在这跪台上，龙树大佛，这个居士呢，劝人念佛，他里面引用大慈菩萨的经，如果我们能劝两个人念佛，就比自己精进。你能够劝到十几个人啊念佛往生，那你就是真菩萨了。啊，你能够劝一万个人，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功德比个人那个修持戒律精严不知道要大多少。你利益多少人，你帮助多少人成佛呢？所以宣传一切大乘佛法，功德多无量。一切大乘法中，唯独净土这个法门最契合现代人的根基啊！什么叫最契合现代人根基？现代人修学这个法门的时候，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一个也不落空啊！这就是说得真实的。其他大乘法门修学不见得能成就，这是真话。为什么呢？一切法门都必须要断惑才能真正这个惑是烦恼啊。要说起断烦恼，那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烦恼不能断干净，你就决定出不了轮回。所以一切大乘法门都要断烦恼之后才能超越，没有能力断烦恼，修学一切大乘法门只是阿赖耶里面多种一些大乘种子而已，这一生不能发芽，不能开花结果。唯独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就开花结果，圆满成就啊！由此可知，你宣传这个法门，推荐这个法门，那功德跟一切其他大乘法不能相比。所以专修专口无边的利益，这个利益正像佛在大经上所说的，除了祝福明了清楚之外，九界众生都不能够完全。这功德有多大？我们今天自己的做了自己不知道啊。但是有个迹象能看出来，你越做越欢喜。这个一定要有利益吗？那不有利益，你怎么会越做越欢喜呢？真做的人呢，越做越欢喜，越做越快乐。越做身体越健康，这是花报啊，眼前的果报。
做越顺利啊，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这个是现前的概念啊。那么像这种感应，我们这些年来在海内外看的太多太多啊，所以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有这么多好处在啊，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中品中生的大师在此地举出本经所讲的受持一日一夜戒回愿往生。受持一日一夜戒是什么呢？华观斋戒。本经大师对于华观斋戒的受持讲得很清楚，等到讲的时候我特别会给诸位介绍。一日一夜，这时间短了但是这个一日一夜心非常努力所以我们在国外有看到一些同学，他们平常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休息，连读经念佛甚至于早晚十念都没有时间忙到这个正程度。他怎么修法呢？他每一个月修一天或者修两天，利用假期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念佛念一天一夜，或者念两天两夜，一个月修一次，这是顺这种的。与《观经》里面讲的中品众生的相应，这是受环境的逼迫，不得已。那么善导大师说，他这个是佛去世之后小善反复这个经文在二十四面第四行第四行最后三个字引起佛去世后小善反复命也日夜逢遇小缘受其小戒回愿往生，一佛愿力即得往生。这个佛的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第十八愿与第十八愿相应所以他必定得生。这个底下说若论小圣去也无妨，如果说是小乘人回向向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讲得通但此观经佛为凡说不敢深言这个话说的非常肯定说这个观经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同一类的经佛是为凡夫说，与大小乘圣人不相干，不干，他们不相干这佛是这个九品三辈，是度一切凡夫。那么底下中品下生的人哪一辈是属于中品下生的？经云。在二十四年倒数第二行，若有众生孝养父母行事仁慈，
命欲宗时，欲善之时，为设弥佛过途乐寺48等，此人闻已，皆生彼国。那么这一类也，哦，这是属于中品下生。原来这个人呢，一生没有遇到佛法，根本不懂得修行，但是是世间的善人啊，世间的好人啊，善人。临命终的时候啊，遇到善友，劝他念佛往生，他一听就相信，就接受，这样往生，中品下生。那么由此地，我们能够明白，中品下生以上之善人，没有造罪，啊，没有造罪，讲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下三品呢，就是造罪业。我们看看古德怎么个说法。这段文在第25页第4行，啊，第四行我们看最末了的这一句：此对下辈三人，这个下辈下三品。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啊，这个下三品。注释言：此等之人，乃是大乘实学凡夫，随故轻重分为三品，未有到位难辨界相者。这是古来大德的看法，这个看法错了。他这个看法，大乘实学凡夫，那就是前面从上上品到下到这个中下品啊，那就对了，就没错了。绝对不是大乘实学的。那么善导大师是在此地也是引本经的作证。他有的经文就在这一页倒数第3行，倒数第3行，我们从第3个字开始，如下上文说，下品上乘，经文是这样说，但不作忤逆谤法，其余诸恶习戒居造，无有惭愧。这个造的罪业轻一些啊？为什么呢？忤逆罪他没有造，谤法的罪没有造。这个忤逆谤法是最重的罪，这个罪呀是堕地狱啊。换句话说，他这个堕地狱的罪没有造啊，但是这个魔鬼畜生的罪业他造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下三品的人如果不能往生的，决定堕三恶道啊。这个意味是不堕地狱，但是堕魔鬼堕畜生，是这样的人啊。乃至一念命于宗时，欲善之时，为设大乘教令称佛一声，而是阿弥陀佛极千化佛菩萨来迎，此人即得往生。所以这是造无为的众生啊。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如此恶人，除魔皆是，若欲善缘，即得往生；若不欲善，
定入三途，未可出离。这个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冷静观察现在的社会，实实在在，这是总说现代社会的现象。我们起心动念都在那造恶业，真的还没有办法，这个造忤逆罪啊，除这个重罪没有造，其他的罪真的都有啊，常常在犯啊。虽然犯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呢，就有救了啊！虽然掉在水里，遇到船，手上抓住抓到船呢，这宁可以保得住了。下重镇，我们再问一下看，下品中三镇，此人先受佛戒。这个先受佛戒呢，无论是在家出家，我们受了戒，受了戒子以后怎么样？受戒不持戒，破了戒啊，即便毁戒破戒，又偷常住生无，现前生无不净说法。什么叫不净说法呢？说法贪图名闻利养，这个叫不净说法啊。意思就是心不清净，名利没有放下，说法是利益众生的啊。如果我在这里说法，先跟大家谈价钱，我跟你讲一部经呢要收多少钱，这就是不净说法。与这个不净说法意义相同的，我们写书譬如善导大师做这个无量寿经书，虽然不是他口说的，这个文章是他写的。假如他写这个书后头有版权所有，那就是不净说法啊。为什么呢？他要贪图利益。如果他不要版权，欢迎翻译，功德无量，那他就是清净说法。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那么现在科技发达，除了这个书本之外，从前只有这个书本呐，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电脑这个磁片啊，假如他也要有版权啊，有著作权，那就通通属于不净说法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不净说法这个都是地狱罪孽，不是好事情啊。你所得的利益，这是眼前的，你能得几何的利益呢？实在讲，那个利益太少太少了。你能够把眼前这个小利舍掉，普遍求布施，你跟许许多多众生结了善缘，这个利益不晓得有多少。你没有办法估计。前面我曾经说过，
纵然经上我应经，我做录音带，随着我的顾客我都赠送。你与这些广大的顾客都结了法缘，他跟你有缘，你的商品他就喜欢买。纵然你的这个货色不如别人的，但是他看到你喜欢，为什么呢？跟你有缘嘛。哎，人家东西比你好，他跟他没有缘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菩萨商人跟普通商人不一样，菩萨应化在各行各业，他懂得如何在他事业里面弘法利生，如在他事业里面普度有缘，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利益大了，这不是小利益了。一般商人呢，一心以只为自己那点小利在斤斤计较啊，那是非常有限。过去生中的福报，福报享完了就没有。所以多少富贵人家去，保不了两三代呀，甚至自己晚年都保。原因在哪里呢？他这一生把福报享尽了，没有了，这一生没有再重福。这个布施是重福啊，修福、重福、积福，那你这个福报永远享不尽的。要明白这个道理，乃至无有一念惭愧之心，命于宗时，地狱猛火一时居住，现在其前当见火时，这是讲他地狱相现前啊，造这些罪业的时候必定堕地狱。在此地，这个字句很简单，但是每一句里面包括的境界非常非常的深广。那么在临终地狱相现前的时候，遇到善知识，为说彼佛过度功德，劝令往生。那么我们这个。这一位往生的人也是48愿的第18愿，所以古大德推都公认了48愿18愿第一了，道理在此地。极重的罪业，极苦的众生，遇到了都能得到。我们再看下下品，那个罪业就是极重极重的，没有比这个更重。在26篇倒数第二行，我们看第二句：下下者，此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食物居住不善。这是恶业造全，无力一念的杀父亲、杀母亲，杀五罗汉、破佛身学、破活佛身，这是无力罪业。食恶就是杀盗淫妄，妄语、恶口、眼舌、贪嗔痴慢，通通都有，样样具足。这个是决定堕阿鼻地。此人以恶业故，定堕地狱，多劫无穷。
我们俗话常讲的堕落在阿鼻地狱永不翻身，这是指这一人。那么他在临命终的时候，遇善之时，教称阿弥陀佛，劝令往生。此人依教称佛，成念即成。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极恶的这个罪业都能躲，而且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我们在讲大经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西方世界虽然有四土三杯九品，这个是确实是有的，但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比四土三杯九品是平等的，这是真正不可思议。一切经典里面没有这个说法，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里也没有这个现象，唯独西方世界特别好，他们是平等世界。虽然你品位很低，下下品，但是你的依正受用跟上上品没有两样。受了同等的待遇，所以这个法门真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九法界的凡圣，如果不是得佛威神加持，他不可能离情。我们把这段文念下来，此人若不遇善，他要不遇到善知识，必定下沉，沉沦到无尽地狱，他一定下沉。由纵遇善，由于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了，切保难言。临终的时候，佛来迎接他。下面这是大师的总结，又看此观经定善，即三辈上下文一，总是佛去世后无著凡夫，但以预言有意制定九品差异。这个话讲的真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遇到的缘好啊，所以我们就有机会上三品往生，但预言不到啊。有人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机会，临命终时才遇到，那都很幸运的。有多少人临命终时遇不到，没人跟他讲，没人提醒啊，那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大师这个说法才真正符合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本意。那么这些经文我相信同修们都很熟悉，为什么呢？你们看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他几乎把观经善导大师这个注解重要的全都引用在这个里面，为我们证明了这个法门，这个经典确确实实是佛给我们说的，九品从上上品我们都有份，真正肯干肯努力一点的真的都有份。我们下面这几行我们把它念下去，何者上品善人，是与大丈夫
大乘发大乘经的这个凡夫，中品三人是小凡夫、小乘根性的这个凡夫。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上品的是这个心量思想开放的这一类凡夫，中三品的时候呢，是思想比较保守、谨慎啊，专求自利的这种凡夫。下三品呢是无我凡夫，无我不作的凡夫，是这个通通是凡夫。有我业故啊，临终极善啊，这个戒善戒阿弥陀佛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成佛愿力乃得往生。道比花开，方是发心。所以下三品的人，下三品的人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发菩提心，见了佛才发菩提心，不是这个地方发心去往生的。这个地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给诸位说，是中品下生以上的，不是下生的。下三品的是没有发菩提心，临终的时候听到这句佛号，就接受就相信，这样子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心就发起了。那么这是佛的加持，使他自信开心，菩提心出现。这何德言是实学大乘人呢？不可以这样说法。若作此见呢？这就是古大的这种见解，是自摄护他，危害自身。这两句评语评得好。这古大的这种见解，我们自己设了很大的利益，也耽误了别人，这个害处很大。今以一一课文显证，出示举出经文明显地给我们证明，于是经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身陷无疑成佛阅历习得生也。实在讲，这是善导大师出现在世间，善导大师为我们写这个注解，真正意思就在此。下面这一大段就第四大段，第四大段是给我们举出证据。我们把这文念一段。第四，出文写证的，出是举出，文是经文，明显的来证明。问语上来反对之意，云何得知世尊定为凡夫，不为神人？为神这一人情准义为当，亦有圣教来证。这是假释的问答，问得好啊！是你老人家自己意思推想的，还是真正由经典做证据？如果说是你想当然而，那不行啊！那人家不能够生信，一定要经佛在经上明显的说过，那你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可以相信。大师在底下说这些话不是我的意思，确确实实有经典做证明。哪一部经典呢？就是《观无量寿经》，就是本经。他在本经里举出十条，
为我们证明佛确确实实说这个法门呢，是为凡夫，不是为这个大小圣啊，这个菩萨的摩罗汉，不是为他。那么这个十条，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翻开第三篇，看大师做的结论。三十面第四行，最后一个看题，上来虽有十句不同，他举了十条，啊，证明是佛的意思，是佛说。在头一天，我跟诸位说过，这个经典，这个法门，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所以我跟大家讲，佛说那个佛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佛，因为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法。佛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啊，一切众生快速成佛的方法只有这个方法，他怎么不说呢？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啊，如来所以现出世，那个如来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不是指某一尊佛了，啊，出现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六道里面，为什么呢？为摄弥陀本愿海，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一桩事情，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发愿往生，就为这个事情，不为别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一定要知道的。啊，这个举出这个实举，我们看这个，证明如来说此十六观法，但为常末众生。啊，常是常常。末是什么？末是堕落三恶道。佛给我们讲这个法门，是为了常常会堕落在三恶道，就是造作罪业的这些众生，不敢大小圣也。大圣是菩萨，小圣是声闻摩罗汉，不与他们不相。确确实实是为常末众生，我们就是说常末众生啊，所以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大罪业是没造啊，这个无逆失恶没造啊，小罪业是天天都不断的啊，换一句话说，纵然不堕这个地狱是恶鬼畜生是绝对不有份的啊！我们中国人常讲人死了都做鬼，有道理啊。虽然鬼是六道之一，为什么人死了不做人呢？人死了不升天呢？人死了一定做鬼呢？99%的人都做鬼，所以人死了做鬼呀，这个很有道理。这个是讲得通的，这就是造作罪业很多啊，而且很广很深，三恶道是绝对不能够避免啊。佛这个法门真正多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决定得度啊。底下第五大段，会通别时一种，在这一段里面，因为前面一段善导大师给我们证明的都是本经，
都是观无量寿经。那假如我们再问，观无量寿经以外呀，佛在其他经上有没有这个说法呢？这一段是善导大师引用净宗以外其他的经论，佛也是这么说法，那我们就深信不疑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举往生论，他举的华严经，他也举的法华经啊，所以他举的这个经论很多。我们平常最熟悉的阿弥陀经，他老人家也举了啊，我们把他所举的重要的经文我们念一段，大家翻开第三十二页。第五行啊，我们看他举的阿弥陀经，这是我很熟悉的。包括阿弥陀经云，佛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应至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愿生，命于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迎接往生。此下这个阿弥陀经后面还有这么一段经文，设方过如恒河沙等诸佛，过处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僧，皆应信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这个是无量寿不阿弥陀经的经题，经题它只讲了一半，上面一半呢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你看看这个经题，就真正不得了啊！阿弥陀经，它的宗旨劝我们相信，劝我们发愿，劝我们持名求生净土。那么这个经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呢？不可思议功德，佛号不可思议功德，发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人不可思议功德。什么人称赞的？一切诸佛称赞的，不是普通人称赞的。普通一个人称赞不可思议功德，我们还未必肯相信啊。一尊两尊佛称赞，哎呀，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诸佛，一个都不漏，个个都是异口同声这样的称赞，经不可思议，名号不可思议功德。受持这个经、智持名号的人，通通是不可思议的，一切诸佛所护念，没有一尊一尊佛不护念，一切诸佛都护念了，护法龙天哪有不保护的道理？我们一天到晚求佛菩萨保佑，怎么个求法？你想求佛菩萨未必护念你，护法神未必保护你，你能这样做决定得诸佛护念，龙天有护啊。大家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你才会知道我为什么把所有一切大乘经统统舍掉这些年来我专弘
尽一论。所有一切大乘经，连华严、法华我都丢掉了。你若问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我现在深信因果。从前为什么还讲那些大经大论呢？那个时候信没不深。现在深信了，我当然取最好的。所以其次的全都不要。有人弘扬，有人去讲，让他们去讲去。好像我们做生意买卖，从前不识货这个好的坏的掺杂在一起，通通都要现在识货了，光要最好的，次一等的不要，通通不要这个法门，这个经典，特别是三经，净土三经，一切法门里头。真真实实是不可思议功德，这个不是我说的，诸佛说的。遇到的人很多虽然很多跟我从前一样，虽遇到的不识货，虽遇到了也不起作用哪一天遇到你真正识货了，那就管用了。真是或者死心塌地专攻专修专好我们弘扬骗人，我就介绍这个经，介绍这个法门，其他法门我不介绍。为什么呢？那是二等三等四等，一生未必能得利这是第一等的法门，一生当中决定得利，无论什么人你是善人是恶人，统统得利纵然造极重罪业的人，还是得最殊胜的利益。这实在不可思议后面我们再看大师一段苦切的劝你。丁大文在33面第4行，从后面这一段看起第四行的 后半段，两愿一切于往生之时等，善导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他有非常高的地位，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史书上记载，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你看他这个语气，两愿恭敬到了极处对谁恭敬？对我们呐！真正是慈母对爱子，问心之苦切。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一些诚恳到了基础用的是两面，一切与往生之事的一起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善知思量，你要好好的想想善知思量，临上经世错信佛语，
名可以，我遇到伤害，什么伤害呢？我相信佛的话，这是假事。佛讲错了，我也相信，也不怀疑。将错就错，就错到底，要有这种信心。不可这菩萨论以为之难，不要相信菩萨的话。等觉菩萨，什么样的菩萨？他说还有法门比这个念佛往生的还要好，还要殊胜，我不相信。他说他的，我不相信。我还是专信释迦牟尼佛的话，阿弥陀佛的话，尤其净土这个三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就是我相信一切诸佛所说的话，我不相信菩萨。菩萨都不相信了，什么罗汉，什么今天，什么善知识的时候，那当然我就更不相信了。这样才能往生，才能得救啊！若以此执者，即是自摄无他也。如果你要执着菩萨所说，执着一切这个大德们所说的，他们讲的这个念佛法门不是究竟法门，不是最好的法门，你相信了，那你自己失掉了，你自己悟了啊！不但误了，你还误别人。这几句话要紧啊，太要紧，太要紧了！我们只相信佛的话，佛以外的一切这个菩萨以下所说的与这个法门不相应，我们通通都不相信，我们这一生才。决定的人，这个情绪化非常非常重要。